这个时间差两个小时，又是赚到了，看不到嘛，就看不到什么。在这边倒下去的可能是擦伤，然后经过那边一个在沟子里面的，一个在沟啊，一个掉到沟里面了、啊。对啊，还一个擦到外面去就对了。一个是擦伤了、嗯，然后可能比较不重，不严重，一个在沟子里面很严重。哦，了解。阿伯，你这监视器可以拍得到吗？怎么撞的啊？